Hello， 我是陈怡，今天呢想要跟你们来聊一下那些我钟爱的家伙们。你知道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哦，现在就是各种在身体上作假，从头到尾都是假的。那我先从头开始说吧，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扰，就是颅顶不够高，头顶不够蓬松。其实有很多解决的办法，就比如说有很多这种增蓬的片片啊，还有这种小夹子。像这种小夹子哦，就像我现在就把头发这样子分开，然后这边夹一片，然后再把它盖过来，看到没有，这边就会鼓出来，就会有一个自然的鼓鼓的高度。然后这边也可以这样子给它取一点，然后往这边夹一片，它就会这样子凸出来一块，就会让你整个颅顶看上去变高。那当然包括后脑勺这边扁扁的，可以用大片一点的，把头发分开之后夹在里面一层，给它这样子盖住，它整个后脑勺呢也会有鼓鼓的感觉。或者说你头发想要侧分的时候，像这种海绵的夹子呢就可以轻松帮到你。但这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如果风很大或者是你拨的时候有可能会露馅，那你就可以去借助你的假刘海发片，不管是短的还是长的其实都可以，就哪里不够蓬你就夹哪里。如果颅顶不够蓬呢，你就可以把它分开之后给它卡在里面，然后它就可以有一个支撑度。但如果你说侧分的时候这边不够蓬，你可以夹一个短的，它本来是夹在这里，但是你可以用来夹在这里，它就可以轻松拥有一个很立体的蓬度。而且这个就算是风吹开都看不出来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发丝嘛。因为我刘海剪短了嘛，所以其实我有买长一点的，长一点的话去衔接它也会更自然，这样子整个颅顶就会高出来。所以不管是这种假发片也好，或者是这种海绵夹也好，都可以轻松的让你的发根变蓬，颅顶变高。这种海绵夹我觉得更适合扎头发的时候，扎马尾啊什么的时候，感觉这边不够蓬的时候，你夹在里面就非常不容易被发现。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比较在意散发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用这个。脸上呢就很多了，我就不用多说了，你可以夹睫毛、夹眼珠子，包括你甚至可以整张脸都是夹的。那下面就直接到肩膀的部分，现在就是大家都很追求直角肩嘛，那很多女生没有直角肩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有硅胶肩，你把这个垫上就轻松 get 出直角肩，就给它这样子往上一扣，哎，有没有就更直了。然后你看这边是有垫，这边是没有垫，虽然我的肩膀本身也蛮平的，但是明显可以看到这边会更平，这边会稍微溜下去一点，整个人呢会感觉非常的有气质。这个东西也就十几二十块钱，就大家可以轻松 get 直角肩，而且垫上去也蛮舒服的，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。那像同样类型的就是胸部的 New Bra 也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对吧，想要拥有几罩杯都可以让你轻松拥有。下面我们再往下面走，就是屁股的部分。假屁股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你知道吗，除了假屁股它以外，它有做假屁股加假胯，它就可以让你的身材整个就很凹凸有致。它的侧面呢，因为亚洲女生侧面这边的话，除非你去练健身练得比较好，它侧面这边才会有比较好看的弧度。但是现在假屁股加假胯可以让你轻松拥有曼妙曲线。那下面再往下走就是最后的部分了，我们的增高鞋垫有很多不同的种类。其实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穿增高鞋垫了，最近就是有的时候会参加一些节目活动什么的，我会发现年轻的女孩还是很在意这件事情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很经常穿增高鞋垫，可能年纪大了人就慢慢的就会释怀很多，就不在意那些东西，追求平底鞋的舒适感。但是我发现不是的，人多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些心机的，增高鞋垫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稍微高一点点，你整个人的气场真的不一样。那增高鞋垫呢，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穿运动鞋或者平底鞋只想要增高一点点的话，你就买这种鞋垫，然后它差不多是三厘米左右，三到五厘米都有，我觉得你就买三厘米左右，这种直接塞到鞋子里穿，它就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，而且这个高度吧比较舒服，很适合运动鞋啊什么的都可以穿，那个脚踝也不会浮出来很多那种。但是如果是那种可以塞比较高或者是那种比较心机的场合，你需要高一点就是气场出来的话，你就可以去买这种，或者是像这种比较红的直接套在脚上。这个是我上次就是参加活动急急忙忙叫外卖买的一个增高鞋垫。但这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把这个穿在脚上，然后你再穿着袜子把它穿进鞋子里，其实有一些困难，尤其是靴子的话，它这边会让你的脚背很高，穿进去会比较舒服，
会有那种绷直脚背的感觉，这个其实就是可以穿在袜子里，会比较隐形一点，我觉得。那像是这种鞋垫呢，我觉得你就直接买最高的，不要管你用不用得上，万一你用得上最高的呢，对吧？就是你买这个买最高的，如果你想要低一点呢，你就可以把它拆掉两个，放两个进去，或者是放三个进去，它都可以去拆卸。而且它这个就是你直接放到鞋子里嘛，然后你穿进去的话就不太会有那种不适的感觉，就比较好穿。这三款呢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有的增高鞋垫，就不管什么年纪真的不能代谢，不能随心，偶尔还是会遇到那种让你感觉需要去有一些小心机的地方，所以增高鞋垫不能少。好了，那这些就是我从上到下的夹货们，我觉得这些就是女生们一定要备一全部一套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用到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需要凹凸有致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增高10厘米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拥有对吧，就是反正就是大家都需要备一备，其实男生有的时候也可以备一备，因为男生现在的这种假东西也很多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陈一，记得关注我哦，拜拜。